哎呀，水开了，看不清了都。一整杯的苦荞，一整杯的苦荞，把它开一下，盖盖儿，关火焖。我这是8杯水的量。 这是刚才泡的剩下的苦荞，然后再继续加水。这次上次是8杯水，这次是6杯水。加好水了，然后开火给它煮，开锅以后煮个3分钟吧。煮了有2-3分钟。好了，一泡，2煮，3煮，这个加了点那个。 3煮，因为这个模具想冻那个啥多了，倒进这里边点，一会儿把它放冰箱，放凉以后放冰箱里边，冻实打碎就行了。这是已经冻好的，我已经撒好了。想吃那个面面的话，你就特别面的那个，你就现在就碎。我就是想吃那种酥块，我晾它化一会儿，这冰化的就是没这种白霜了以后，我再碎。越是这种酥块碎的，就是有颗粒里边。 最好了，哎，超级黄，就是拍不出来那种感觉，超级黄。我老公在一边笑话我呢，给他拌匀，边边角上，角角上都已经化了，就要这种化的感觉。好了，那摊平就行了。摊平，太麻烦了，拍个视频没人帮我，拍不出那种感觉呢，真的特别特别黄。 这都已经化了，马上给它弄好了，咱们明天再冻，冻时间越久越酥，弄好了。